得到绝症的高秋霞，终于离开这个世界。对年老的父亲，遗留下来未当尽孝的遗憾；对家己的囡仔，家因应该接受的教育、生活，也佮有爱，拢安排上好的归宿。高建雄因为疼孙的心情，甲秋霞过身的代志，善意温暖五个囡仔。也毋过母子连心，无遐多瞒骗。五个囡仔个个拢有感应，这真正是无遐多解说的代志。终于秀秀发现不幸的事实，在牛教授深入的分析下，用有效的真正道理鼓励这囡仔爱忠心履行父母合葬的仪式。秋霞以临终的威严，更加是使人留下不忍心的目屎。你这要创啥？刁妇，人李先生是一个罗汉卡，伊爱安怎舞就安怎舞，就算伊规暝拢不爱睏，嘛无人会管伊。哎，阿英啊！你奈阁把所有代志拢牵拖去我这来啊？我也无得是你啊！谁叫你将阮翁带歹？刁慧每暗拢甲你讲到半暝，讲唔肯入去房间睏。哎呦，阿英啊，天地良心哦，唔好常常怪别人，你嘛得检讨一下你家己啊！哼，我唔免检讨，我对刁慧是真好。是是是。你真好，你是天下间哦上标准、上体贴翁婿好太太。哼，刁妇，咱你来困啦。刁妇，我一个人困会惊啦，你得来陪我好不？刁妇。哎呀，刁妇啊，较好心的啦。你入去睏好无？伊若无吼，我真正变作罪人啊！那安尼秀秀转来要安怎？哎，这你都唔免插吧，紧入去啦，入去入去。我甘愿一世人拢做罗汉卡，嘛袂瘾娶这种某啦。大宽阿姊。婉婉因家的电话通安呢？安怎？婉婉是不是平安无代志？嗯，伊拄才转去。咱即马紧来去啊！即晚去更有方便。这有啥物无方便的啊？行，即马来去。阿姊，婉婉，周阿姨呢？伊已经困啦。婉婉，你来这样晚才回来啊？大哥阿姐，你唔知啦，为着做生意，就是安尼啊。婉婉啊，你去倒才有诶无诶啊？你想做啥物生意？嗯。婉婉，这款生活你敢有惯习？嗯。你介意甲周阿姨安尼生？嗯，介意。啊，不过我是想大哥阿姐。想我要创啥？婉婉。你根本在讲予人欢喜的嘛？你是在跟我安慰，也是在骗你家己啊？我若讲伤明，惊你艰苦；我若是无讲，佫惊你受委屈。我，大宽阿姐，你原谅伊啦。婉婉佫细汉。婉婉，你妈妈有代志出去，
你唔在伫厝诶，一个人走出去创啥？大哥阿姊，伊烦恼你去互歹人带走，你阿老实甲大哥阿姊讲，你到底走去倒位？你去做啥物代志？安尼以后伊才会对你放心吗？婉婉，不准讲白贼咯。 我去看电影。哦，电影看啥嘞？就去食物件。食啥物？鱿鱼羹、蚵仔面线，佮有糯米大肠遐个啊。啊，食啥嘞？去西街啊，夜市啊，才热闹嘞。你坐到点外才转来哦？三点佮有遮侪人个啊。哦，三点佮有囡仔伫遐佚佗哦。 夜市啊，是上界乱的所在，常常有人冤家相拍，你是知也唔知啊？大哥阿姐，你即马甲我讲，以后我都袂去啊。你哦，都上后来一步的啦，哼，算我衰，心甘情愿为你伫咧着急。秀秀啊，等我阮无代志啊，咱来走啦。大哥阿姐，你先转去，今仔日暗时我留来再陪婉婉好啊。 啊，你若讲阿妈遐咧，我已经打电话甲伊讲啊。好啦，我先来转啦。大哥阿姐，再见。五个囡仔哦，就是完全上有问题啦。 上后变鬼变怪，嘛上后变一挂有诶无诶。你毋小看卖恁大哥阿姐是虾米款诶人物，搁较大诶场面我嘛见过，搁较歹对付诶人我嘛捌拄过。婉婉，你竟然敢踮恁大哥阿姐面头前，伫遐咧讲白贼话啊？嗯，你大哥。 你还袂困哦？我明仔困会去咧。你放心啦，婉婉伊真好，伊吼陪周小姐做大生意出去应酬，是咱唔好啦，家己加熬，加操烦的啦。啊，秀秀咧？啊，秀秀留伫遐陪婉婉啊。 乱买衫，乱开钱啊！
大姊，你还袂睏哦？弯弯，大姊问你话，你爱老实讲哦。大姊，是安怎？即马是我问你，毋是你问我。弯弯，周阿姨是毋是生理做失败啊？弯弯，伊阁去做母乳啊？是。大姊，你哪会知影？是大可阿姊甲我讲的，伊已经是一个母乳。拄则你最迷茫的时阵，讲你无甲伊去换所在，我伫你的珠宝内底发现足侪爱国奖券、校服，还佫有钱。迄是阮一班甲我上好的同学的，伊惊伊妈妈知影，寄伫咧我遮。弯弯，你为甚物要对大姊讲白菜？伫大可阿姊面头前，我无愿意甲你拆破。我知影，你讲的话无一句是真实的。妈以前是安怎教咱的？敢讲妈过身啊？你连妈的话也袂记的啊？是？妈妈讲的话，每一句我拢记在心内。假使若毋是为着孝顺妈妈，听妈妈的话，大姊，你敢会去另外讲因家？咱是妈妈的囡仔，只有听妈妈的安排。明明知影唔对，我嘛袂当反抗。我的心妈妈是一个可怜的人，我不忍心看伊为着我去做伊唔愿意做的代志，有时阵。我爱好臭查某欺负，所以你就偷偷去买爱国奖券来补贴出来。阿姊，我无耽误功课，我每天利用下课的时间去西门町买两点钟。弯弯，你大汉了。以前妈妈伫咧的时阵，我从来唔捌想过遮尔多的代志。惠弟，咱只要听妈妈的话就好啊。对，天放落来，阁有妈伫咧，即马妈无啊，啥物代志，咱拢会家己担起来。是妈妈的古白款，了遮侪钱的。每天都有人来偷笑，我不知道要怎么才好。阿姊，什么啊？你讲周安那的代志，拢是真实的啊？弯弯亲嘴跟我讲的啊。你相信弯弯讲的话？弯弯伊出事的时阵，厝内生活足艰苦的，爸妈逐天拢爱出去做事，我着逐天爱弯弯，爱甲爸妈转来。我想除了妈以外，无人比我搁较了解弯弯。那是安尼讲，弯弯袂当搁跟周爱呐。我今仔日倒去甲接倒转来。大可阿姐，袂用安尼先做。周阿姨心理失败，已经足可怜啊。咱袂即摆把弯弯套转来，而且弯弯甲周阿姨已经有感情啊。假使讲为着这件代志，甲弯弯接转来，弯弯伊袂答应的。啊，无要安怎？你来甲我讲的目的到底是啥物？我唔知影。以前有困难时阵，会用甲妈参详。即摆。好啊，我知影。
你去上课啦。这件代志交给我来做，谁叫我是恁的大哥阿叔啊？东东，创啥啦？哇，脾气这么大，妈妈叫我来跟你讲，佩佩爸爸打电话去工厂，因今日要带佩佩来咱家呢。真是咯，真好诶！我要回去台北，你伫个厝内底爱听话。大姐，请你替我把这三张批载去台北。叶冰冰先生待客。哦，你是咧写啥的啦？什么先生小姐，搁待客咧？你敢知影什么叫待客？我看别人写批给爸爸，拢是安尼写的啊。卖乌白写，王弯弯小朋友，叶冰冰小朋友，安尼敢毋是真好？哎，安尼我哪记咧？牛秀秀小姐待客。其实你不是寄批，是拜托我早去，应该写请到秀秀姐姐就好啊。我袂晓写嘛，所以我教你啊，以后就知影。你甲我讲，批内底写啥物？我甲因讲，爱自立自强。妈妈已经死啊，莫阁想妈妈，莫为着想妈妈，饭嘛唔食，煮嘛唔透。你袂歹呢，哪会想到这呢？我这两天，逐天伫咧想，我是大汉囝，我爱管伊呢。好，我替你提去。素清啊，你是要走无啊？来，这物件炸嘞。哎呦妈，拜托我袂炸啦。哎，我拢已经串好啊，拢是你爱食的呢，水果啦，鸡肉啦。啊，搁有卤蛋，啊，搁有吼。妈，你甲我炸这侪物件是要创啥啦？食啊，等伊带吧，放伫冰箱内底，永远慢慢啊食。我唔爱，大家拢挂大包细包，同学拢笑我是真卡人伫啥呢？因食我的物件，搁甲我笑。哎，你本来就是真卡人啊。大姐，炸去啦。我袂炸。我知影台北啥物物件拢买会着，也毋过，迄拢毋是妈妈做诶。你听看卖咧，你阁无恁弟弟捌代志。妈，你莫怪大姊啦，大姊伊嘛毋捌离开你。东东，再见。妈，再见。再见。阿早，冰冰搞早，阿妈搞早，冰冰搞早，冰冰足乖哦。冰冰，来，甲公斟一下。我无洗面。好习惯哦，是不是妈妈教你的啊？阿婶会拍卡车。哦，阿婶奈个是同款啊，卡袂着就拍囡仔。嘛袂歹啊，起码吼，冰冰伊知影啊。阿公，爸爸无乖，爸爸不爱起床。哦，爸爸无乖哦，爸爸不爱起床是无？是。伊无乖，阿公拍伊个尻川敢好？好。冰冰，你得甲阿公道爸爸心。爸爸真辛苦诶，你知无？我嘛辛苦。你辛苦啥？紧去洗面洗嘴。爸爸，一、两、三。爸妈，恁今日要走？玉玲啊，你伫台北就近加接触一下秀秀甲弯弯，假使因有啥物代志需要斗三工，尽量啊甲因帮助。弯弯甲冰冰的年会上，我有闲吼，你就甲弯弯接待。安尼，冰冰都袂寂寞噶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
全新的愿望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俗世寒暑转眼。王文有来不？无啊。这几天伊拢无来找你哦。无啊。伊阁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几落工啊！伊逐工出去，我问伊，伊就讲伊来陪你落囝。我就想讲，囡仔老母拄才结婚无偌久，甲你阁有足深的感情，会当第二，无你敢会用袂记伊妈妈？佩小姐，敢毋是住伫恁家伫咧陪婉婉？佩小姐，你是爱上课，伊放学转来已经是暗时啊呢，婉婉已经转来呀，也毋过你是无办法看婉婉呐。啊，你家己咧？我伫厝的啊。伊讲伊来找你，我哪会无予伊来啦？婉婉这个囡仔哦，真敢那啥的啊！今仔暗时，我一定要问伊，这几工到底去创啥啊？周小姐，你敢袂当接受我一点仔小小的意见啊？你讲啊。对婉婉哦，千万唔通用的，伊唔愿意讲的哦，就算你甲公司嘛袂讲啦。安尼是要安怎？用心观察，这囡仔吼做了搁较保密吼，骨卡嘛一定会搜出来啦。姐姐，现在要用这个？妈妈是啊，表示想妈妈，又好妈妈。阿嫂，你为我用。阿嫂无乖，无友好。我要找妈妈。我要有好妈妈，对，冰冰才乖的。李子，你要耍无？冰冰耍，李子在你家陪你。好不好？冰冰这幸福的，妈妈为什么要把我送给现在的新妈妈？新妈妈也对我真好。我嘛答应过妈妈，我要伫咧新妈妈遐做一个乖囡仔。奇怪，礼拜婉婉也免上课啊，伊是走去倒啊？钱，我要去佚佗咪啊！冰冰，你哪有这么多钱？阿公生日给我的。我不爱摕你的钱。我嘛不爱。
冰冰，冰冰，你到这么有钱，假使伊哪会当甲新妈妈斗相共，把欠人的钱还了，那安尼新妈妈就唔免去做母女啊。哥哥，唔知影阿姊今嘛咧创啥？我已经甲你讲啊，阿姊伫咧娘阿公因兜会用功读书诶。我想问弯弯嘛，弯弯比你大汉，伊会晓照顾家己啦，你莫管伊，伊哦一定会食比你较好，穿比你较水。冰冰咧？冰冰因兜真有钱，伊哦是业界新官宝贝呢。好啊好啊，我家即几支铅笔。啊，佮有斧啊，电板送予你。哥，我无啊，新爸爸已经甲我买足济足济啊。迄无共款呐。佩佩，你以后读书写字就会想着哥哥。哎、欸。啊。因伫咧做物计。你讲伊做马家，伊唔闹就好啊！哎，对对对，囡仔就是囡仔，只要有糖耍吼，都袂记伊妈妈。所以啊，阮陪陪啊，每一工哦，拢哼哼哈哈咧叫妈妈妈妈，我着真正唔知影要安怎啦。还许爱想着办法啦，带陪陪来找东东啊，和东东甲伊做伙佚佗啦。来去坐车，哎呦，亲像旅行同款，一个啊后就袂记得啊啦。对啦，老太太啊，搁较安怎讲哦？亲兄妹见面也是亲啊。假使哦，若是隔壁的囡仔来耍，哪有可能耍遮久，早就拍起来哦？哥哥，你走的时阵，阿姊敢有甲你讲啥物话？有啊，大姊甲我讲，妈妈无死。妈妈永远活在咱的心肝内。啊，不过妈妈真正死啊！哎呦，念头，大姐讲的意思就是以前妈妈讲的话，咱一定爱会记嘞。假使讲你若袂记嘞，就代表讲你袂记你妈妈，妈妈就真正死啊。什么意思？等你大汉啊，哥哥才阁甲你讲。大姐甲你讲什么话啊？爱我认真读书，安尼妈妈就会欢喜。秀秀、东东、弯弯、佩佩、冰冰，我是妈妈。恁听到妈妈这段话的时阵，妈妈已经走了，去找恁爸爸。恁莫伤过艰苦，因为恁今麦过了足幸福的。爸爸跟我对你并无尽着偌济力量，只是甲恁生落来，真正予恁一世人袂用放袂记的，是恁即马的阿公、阿妈、甲爸爸妈妈，因甲恁请养，恁才会长大成人。恁爱答应我，即马做一个乖囡仔，大汉了后。做一个有路用的人，有好恁的四大人报答因的温情。社会上的善心人士，在恁爸爸死的时阵，捐予咱的钱，今嘛还阁存43万。这笔钱摕出来了后，予阿公保管。爹地啊，爹。嗯，好好好。爹地啊。嗯。秀秀一个人关伫个房间内底，听伊妈妈的录音，一天唔知影听偌济遍，安尼落去是要安怎？唉，迄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啊。无办法，嘛爱想办法啊。你看。甲弯弯、甲冰冰接来陪伊，好无？哎，安尼嘛袂歹啊！这都是办法啦。哎，好，
咱就来去走一撮，咱来去叶家，啊，搁周小姐因家去参详一下，看卖因的囡仔是毋是同款无食无啉咧想妈妈，大家是毋是会当啊，把这个囡仔先暂时集中起来，无得甲因会感觉讲，家己还搁有亲人伫咧身躯边啊。好，就安尼做。也毋过，咱拢出去啊！若有秀秀一个人伫咧厝诶，我又搁袂放心呢。哦，干那会当去一个人，爱留一个陪伊。好，那呢你去，我陪伊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到电台问题，看爸爸妈妈。阿妈，秀秀啊，巴肚会枵未？敢想要食啥？我袂晓甲人苦劝，我嘛毋知影要安怎苦劝你才好。也毋过阿妈感觉。恁妈妈已经知影伊要走啊，所以才甲恁一个一个送予别人去照顾。只不过是，即马代志发生啊，照我的看法，你上艰苦的时阵，应该是你离开恁妈妈来阮家的时阵，因为你一个走。就已经决定你离开你妈妈，痛苦是互相的，你心内艰苦，你妈妈嘛艰苦，迄才是真正的艰苦。我的离开甲死的离开比起来，我的离开迄种悲伤搁较大。即马不管你安怎痛苦。恁妈妈已经唔知影，我讲的话，唔知影你敢会了解？恁阿公特别注重友好，伊才主张爱恁重新举行丧礼。以后，你能常常去你妈的房前，去给她念香拜拜，表示你这个做查某囝，并无把妈妈放袂记。你即马呢，用痛苦来折磨家己，这并毋是友好。我相信你妈妈嘛一定无希望看到你安尼。那是世间，真是有阴间、阳间之分。恁妈妈伫个阴间，一定希望你健康、快乐、用功、有出团。阿妈，我讲个话。唔知影你听会入去无？阿妈，你讲了对，我会记得阮妈伊嘛讲过。秀秀啊，你功课拢无做，就替我去卖水果，回来的时阵一点仔精神都无。我问你，你讲功课无重要，哦，你这就是有效啊，你这是无出团。做人的事实，只有上进才是有效。就因为你，恁爸爸才亲像老牛共款。
欠到袂用喘气。伊希望恁有出脱，毋是干那死念死念，希望加一个会晓倒脚手的人。爸会用好好讲啊。伊爱你，才会骂你。莫认为恁爸爸骂你，你就无欢喜。伊是为着你好。你也知影，爸母对囡仔拢疼入心内。是啊，你常常想恁爸爸妈妈讲的话，你就知影阿嬷劝你的是对的。好啊，莫关伫房间内，替阿嬷去阿花。阿公呢？唔知啊，我这个意见你感觉安怎？牛阿伯，你想得真好啊，让囡仔斗阵几工啊，是有必要的。那安尼明仔，我就先甲婉婉、彬彬接去阮家。会用啊，嘛是真辛苦的人，嘛以后永远袂当过来看我啊！陪陪吼，真友好哦。是啊，咱嘛希望哦，以后吼也甲咱友好啦。哎，错错错！将来哦，咱嘛爱陪陪，替咱娶一个友好的囝婿转来哦。哎，错错错啦！爸爸，你莫看我的物件嘛！啊，佩佩啊，你甲阿公去阿廖镇落的啊？嗯。哎，佩佩啊，恁阿公来，你是毋是足欢喜的？欢喜啊！哎，坐坐坐啦！佩佩这个囡仔真乖，也毋讲吼，无啥爱讲话啊，伊的个性真直。有当时啊，讲话吼会去伤着别人，希望你会当多多解原谅，多多解解释啊。哎呦，哥阿伯啊，你放心，迄皮皮吼，伊乖，阮哦拢唔敢甲骂啦。哎呦，安尼嘛唔好，做唔对，该骂就爱骂啦。妈妈，阿公要陪我耍几工啊？互伊困我的房间好无？当然好啊。多谢妈妈。现在是在闭什么梦啊？李金翁人走去倒，阿吉嘞，去找看卖。我找过啊，演员、休困室、化妆间啊，搁便所，我拢找过啊，拢无看到你的啦。实在真害呢，录影时间哪会到后边走嘞？阿老，你的工作态度一向真好哦，而且龙爷嘛真准时，哪会发生这种代志？哎，刷刷去啦！李小龙死哦，伊嘛是照常拍刷。剧本提给我。导播，你要改剧本哦？总袂当讲所有演员甲工作同仁拢等你一个人啊！五万啦，这钱恐怕无多解决周爱奶债务。李先生，阮经理讲公司的银行无办理贷款。小姐，啊，外口的银行是不是随时拢会当办理贷款啊？你有办客单啊？应该是会使。啊，手续是不是真麻烦？有一点仔麻烦，卡说你若着急要用钱，恐惊无遐尼啊紧哦。多谢。初我甲手下见过过，周爱娜以前是一个母女，甲婉婉送去伊遐，恐惊袂靠的。你讲周小姐是母女？手下，这确实是有影的代志哦。你是专工为着这件代志来哦？安怎？这阁无重要？哎，得着好人学好人，得着当机学拜神呐。迄俗语讲哦，良交良，风交风，稳固的交动物啊！啊，你甲婉婉交迄种查某吼，这婉婉闹在条学好啦。
将来伊若是大汉，伊会甲弯弯当作摇钱树啊。我想，应该袂吧。秋华，我毋是咧甲你吓惊哦，你着千万爱细腻啊。我是做演员的，我伫咧剧本顶面吼，读着袂少的至理名言呐。我会记得我有一摆搬过一场戏，迄编剧吼有写一段是圣经顶面讲的，伊是安尼写的：好树就结好子，歹树就结歹子。哼，秋华都唔信。但这声好啊，秋华过身，所以都变作是我。你啊，你真正变衰啊啦！对个呀，你莫在我面头前讲一挂歹去调的话。我跟你讲，我今日心情无好。你心情无好，导演的心情才无好嘞。你个啊，导演要抬人啊啦！抬谁啊？抬你啊！拄仔拢找你无，导演甲戏拢改掉啦。我看你紧走啦。害啊！拢是弯弯甲我害啊！你找我，我听李大哥讲，敢若你会当找到阿良，会用安尼讲。马先生，请你甲我讲，伊住伫倒位。你想要创啥？家己欺负阮小妹手下的小，拢退转来。假使你若想要讨钱，伊永远无钱。假使你要叫伊赔罪，恁小妹人已经过身啊。我听讲你这個人真讲义气，是安怎你要安尼维护伊咧？你会关系啦。我家己嘛是坐过家的人，无愿意搁再惹代志。是我要找伊，也毋是叫你去找伊。我希望你会当考劝伊、感化伊、改变伊，毋是来找伊拼命。见着面，看是啥物态度，我才会当决定要安怎做。好啦，回去问一下恁太太，就会当知影讲伊人住伫倒位。我要来知影。你来台北的时阵，甲谁住？跟我这边小妹莉莉啊，莉莉跟阿良是什么关系？啊啊，因过去是朋友。你叫莉莉跟阿良约出来，我要找伊。刁妇，你即摆头路袂歹，去上班就好啊。蔡一种人是要创啥？秋霞过去互伊欺负，我要讨回公道。秋霞，秋霞，秋霞拢已经死啊！你搁要替伊讨一个公道，安尼敢算会好？你莫讲啊！去就对了。哎呀，是咧歹啥啦？我去就是啊嘛。也毋过，我是要甲你提醒哦，阿良这个人无遐尼啊好哩啊。马小龙，你欺负我小妹，我要向你讨回公道。呀！
我房间来创啥货？恁爸爸吼要检查你的录音带。爸，你把阮妈留予阮的遗言洗掉啊啦！啊！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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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